我拍照的这个地方叫做 mont pèlerin， 下面这里就是雀巢的总部 vevey， 它下面就是雷蒙湖，远一点可以看到的平原就是我住的平原，然后继续往右边，太远了我们看不到洛桑，再远处就是内瓦，这里的天气很不错吧。